新消息，新党前立委冯户翔因为癌症病逝，享受73岁。冯户翔日前因为摔伤骨折入院，才发现自己癌症复发，而且已经扩散，随即入院治疗，但还是在昨天晚间不敌病魔。冯户翔过去曾经担任前总统蒋经国的秘书，在民国89年还曾经受李敖的邀请，跟他搭档参选总统大选。新党主席吴成典证实冯户翔病逝的消息。